都说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打死他。刚刚在在喊中国公益秀，不对中国道歉，迈开，为什么要中国道歉？走开，公益秀，日本人对中国南京大屠杀，你拿车子撞人呐、啊！你拿车子，你拿车子撞人，你拿车子撞人！我要走哎、欸！你撞我干嘛？拿车子撞人！你要走，你好好走。你刚刚有没有比中指？你一下说有，又说没有。当我说有。有行车记录器的时候，你又说没有啊？没有啊？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要打死他！你他妈的啦！拿车撞人，他妈的！我要走哎、欸！你拿车撞人，你就是让车撞人家，又说要走。这么多人看到你拿车子撞人，恬不知耻，我们都看到你拿笔对我们比中指，然后你马上说行车记录器有哦。当我说有的时候，你说你对大楼比。你没有对我们比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喂，你好，我被统一促进党的人在路边打。中华统一促进党。中华统一促进党。大家讲。他被围殴了。你不要乱讲哦，没有人围殴哦，你不要这样讲哦。你现在马上更正。没有人围殴哦，没有人围殴哦。